好啦。我想请问一下，我们烧完小房子后啦，就是是否可以稍微检查那个灰烬，看是否有没有一些雀角还没有烧到，这样可以吗？这个最好不要乱翻，发现烧光了就烧光了，不要再去翻了，不要把那些灰啊翻来翻去，不好的。哦，好的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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但台长可以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你知道为什么吗？不是很清楚，请台长开示。你想想看，你烧完了之后，地府也有专门来捡这些小房子的，捡一些碎钱的，你听得懂吗？他们也在棚子里，他们也会在气场当中，他们会拿你去把这些东西乱翻了，就像跟他打架一样，他会发怒，他会弄你的。哦，好的，好的。嗯，所以很多人这种都不懂啊，我也没办法跟他们讲。好的，这样我就不要去动它，就是烧完了，我就尽量把它包起来，对，丢掉就可。对了。